通过这三次的学习，我们感觉啊，无论是对我们中方来说，我们的一些认识也更加的符合非洲的实际情况。我们提出了我们跟非洲合作的一些方法和一些途径，可能以后会更贴近于非洲的实际情况，因为可能我们的加工业，可能我们的发展阶段跟非洲一些国家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吧。这块我们可能下一步啊，可能我们想进一步到非洲去，怎么结合非洲当地的实际情况，更好的发挥我们中方的一些作用。